四杠传动，我拿着。然后首先是回餐，找到英文界面，然后手动回餐，三轴回餐，看错了。像素不高了，你远了之后它看不清楚。回餐完毕，回餐完毕以后，返回，自动，然后，输入一个尺寸，刚才是多少？739。然后时间，这是个焊两毫米的，照这个，这个卷尺了。7.5，然后减6毫米，因为它是双层供给，再选择是0.2毫米，也可以选择2毫米，这样输入，对吧？按启动，照到这个限位的地方。好，然后去看这个灯泡里。去照一个前口，前口的位置。你上两个去。看到最终的效果，因为这是一个3000G，可以焊彩色和普通两种型材，通过这儿的焊接方式选择，可以实现2毫米和0.2毫米的自动转换，这是现在是2毫米，请看这儿，这是2毫米，我可以换成0.2，再换成，这是换成0.2，这都是这个过程是自动完成的。
磁钢传动更稳定可靠，精度高。三轴的数控系统，这是配电箱的情况，全是施耐德驱动器，欧姆龙的PT 机。卖了吗？刘太，卖了。彩蓝呢？还是卖了。